福报的秘密，跟我们一起去打扫宫庙。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第36集的午餐的约会哦，跟我们一起去打扫宫庙。公主，咱进入末班车啊呢？对，咱7月2号的时阵哦，哇，咱嘛是有200外二天去到宜兰哦，是变北京呢。对，啊，非常非常的感恩我们所有的义工团队，跟我们一起去做好事，打扫宫庙哈。是，然后今嘛想买一个末班车哦，7月12号，啊，不过是礼拜三啦，是平日啦，公主。是，但是。哎，大家看看有没有可以有假可以请啊？就是最后一次了哈。啊，我们今年打扫宫庙也打扫了，应该至少有3个多月嘛。那我们到今天为止哈，我们有76间了哈。我相信我们在这一次打扫宫庙完了以后，在7月12嘛，7月12礼拜三，对 对，打扫宫庙完了以后，应该有超过80间。好，那我们要画下美丽的句点了，明年再来。对，所以说哦，这次幸福列车哦，7月12号是在台南地区哦，这个末班车哦，有福气的您赶快跟我们服务台报名。是是是，我们等你哦。是我们义工团队啊，大家都不要吝于去付出了，尤其是哦，我们荣德人哈，啊，我相信哈，我们有所做有所回报啊，因为我们的一个哈志工行列。包括我们这一项也是我们荣德宫非常非常幸福的列车，也是非常有福报的可以说一环。那我们希望说我们每一个我们的义工团队啊，大家都要非常非常的一个认真看待啊，去啊为我们自己行造，回向给自己圆满。打扫宫庙进福田哈，啊，这个东西的话，大家哈真的赶紧的，最后一班车就等着你了。是，公主，今嘛吼，咱端午节咱五月长假过啊嘛，对不？是。啊，过来吼，哎，拐要中元节要咱7月10啊吼，咱来普渡啊呢。是。啊，以台湾人来讲，非常重视普渡哦。公主，普渡中原普渡的话，那像你拢会安那办？我们就是会准备一张的一个拜桌哈，啊，因为我较早吼拢是拢员工拢伫厝诶铺吼，啊，但是厝诶铺吼拢啊，有的邻居啊都是吼，哇，伊有啥吼，伊拢足紧张诶，12点外就传咧铺啊，有诶铺4点外吼，这个有时候距离差远了吼，啊，如果那些吼啊无形菩萨要来诶时阵吼，伊就爱你哇。有的行袂到的啦，啊，有的感觉讲哇，啊，恁家咧铺奈拢无遮尔啊整齐啦吼，啊，那时候我们荣德宫搬过来这边的时候吼，啊，我就从全部家里我就全部移到这边来吼，啊，咱铺的吼办一道足切操吼，啊，买当请着咱的祖先，啊，买当请着咱所有的无形菩萨吼，啊，好兄弟啊吼，啊，大家会当吼来。伊嘛是咧共享盛举，然后啊，大家也来是吼，啊，大家拢同共同欢乐。佮敢若讲，咱今仔日来伫厝诶，你食我食，咱两个敢若两块碗，啊，来到荣德宫吼，有那么多吼成群的无形菩萨、和兄弟啊吼，就一年这么一次啊。那我们每一个人啊，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用心哦吼，铺成每一个人至少每一家户都有一桌啦，尤其是我们的义工团队吼，那我们把我们。家里面哦那一个部分，我就跟上天禀报哈，跟我们的一个普渡公禀告哈，啊，我们家里哈，我们就从那时候好像20几年前哈，我就禀告说啊，我们在家里普哈也没有圣母护持啊，也没有什么护持，就是好拜拜的哈啊，然后就收进去了哈，然后来到我们荣德宫呢，我们圣母的法义非常的慈悲哈，非常的慈爱，然后让我们的众生哈可以来这边哈得到一个最大的。回向哦，那我们除了我们的拜桌哦，还有我们的莲花，是我们荣德宫，我们桃园荣德宫的第一个哈，第一个可以说最喜上欢喜的代志就是奉献我们的莲花元宝给我们的冤亲债主领收，给我们的祖先离苦得乐，给我们自己回向，可以得到我们最大的光明哦。如果我们前面没有阻碍，我们就是光明大道一直走上去哦哈。啊，咱今仔日咱若是无形菩萨在给我们阻碍的话，哦，好事。就不能成双，好事有时候也会被阻碍哦。所以说，在这个部分，在荣德宫我们在于26年来
每一年的普渡都是由我们的四妈祖亲身降哦降驾哈、哦，来护持着所有的一个哈、哦、咱的这个无论香客我们的义工团队哈、哦、的一个冤亲债主，还有他们的一个祖先，还有我们很多的一个无形菩萨，好、哦、啊，你的付出啊，绝对会让我们所有的无形菩萨还有祖先都可以领受得到。这是在龙德宫做义工，还有我们来到这里普渡最大的收获。哇，太棒了呢！所以哈、哦，我们现在哈龙德宫哦，每年哦在中原普渡的时候，是由我们的四妈祖哦亲自降驾，然后为大家来做护持，然后我们度化祖先莲花的回向，然后冤亲债主能够离苦得乐。恭祝我听讲，咱桃园龙德宫的莲花哦，算咱第一天界嘛，算有名声的呢。天界有名声是。有一个有功的哈，蛮大间的太子宫，然后那他三太子起驾，然后降驾起来的时候，跟他的一个信驾来跟他讲说，哎、欸，你去你那边熬莲花去桃园龙德宫而，因为桃园龙德宫而哦所呈现出来的莲花是我们天界第一名的啊，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这个不是以上所言，这个、哦、不是我们说的，是有一个信家去问三太子哦，有功的三太子，那三太子很清楚地告诉他，你如果要学熬莲花，你要去桃园龙德宫，因为桃园龙德宫熬的莲花实在真正有够足，就是八足，有的人在说吼、哦、足八有的人吼、哦、比如说我们的大八寿金天公金，还有这足八，那我们的莲花一朵也是叫足八，就是足够的量，不是虚虚的啊，咱拢十外张来啊，有什么？我们龙德宫加起来是哇，就是很饱满的一朵莲花哦哈，所以说这朵的莲花叫具足，具足、哦，所以我们在七月普渡的时候，我们具足了这朵莲花的一个哈，南宫朵数也有说是一个张数，我们都具足了，所以说这朵莲花呈现的就是会。不一样的一个哈展现，也会得到不一样的收获。所以说，今天刚好讲到这边哈，跟大家哈分享一下哈。我们呢有一个里面的干部哦，结果他妈妈往生了以后啊，六年了，他去有一个地方哈去看蒙，那看蒙的时阵哈，结果这个妈妈哈就出来了。出来的时候，他就问他说，问他的小孩子说。今天的老高哪会无来？他说老高，什么叫老高？老高都恁老爸啦，啊，哪有可能？我伫厝咱捌听到阮母啊叫伊讲，叫阮爸叫老高，啊，结果他就说，对啊，就是老高啊，吼，啊哪会无来？啊，伊就讲啊，哦啊爸爸都有代志，先生。结果他回来的时候，就问妈妈哦，我就问爸爸，哎、欸，妈妈吼，以前你们的匿名，你们亲密的叫法叫什么？他说他都叫我老高嘞，哇，这个真的就是去看蒙这样子。然后他接下来妈妈说，你每一年你给我的莲花我都有收到，而且我自己还享用不完哦，我还分给我最知己的朋友，还有他的一个哈啊可以说自己家人啊，就是讲大概祖先啊，历代祖先他都有给他们。分享给他们哦，他说大家得到都非常非常的发喜，因为哈、哦、我们哈、哦、台湾哈、哦、最宝贵的是金珠啊，是、哦、哇，那你看人足好嘢人哦，很富贵的人都会挂金珠为乐啦哈、哦、啊，这个哈、哦、我们的莲花我就比喻它是珍珠玛瑙、嗯，对我们往生者来讲是一朵哈、哦可以回向给自己好的哈、哦、啊，可以说可以消灾解厄啊，离苦得乐，就是用这朵莲花来化成哈、哦、啊无限的可能啦哈、哦，所以说在这个部分呢，要大家分享为什么他只是去哎去看这个王。为什么那个人他怎么会知道阮大龙咧伫四妈祖遐咧做义工？为什么阮奉献的莲花？为什么？哎呦，那个看蒙的迄个人，伊哪会知咧？好、哦，所以说伊提出来的，他就跟我分享两件事情哈、哦。他说：“哎、欸，你看妈妈也知道老高今天哪会无来？啊，阮咧安尼伫龙德宫咧做义工，每一年都奉献很多的莲花给。”我们的冤亲债主以及我们的祖先，他都用108朵给祖先。结果妈妈为什么可以出来讲说，哇，
年花我拢收到，我会当去分别人。恁给我这个这朵莲花，这些莲花就是我的宝，就是这样子。所以说，以上就跟大家分享，我们普渡法会是我们桃园龙德宫的第二大事，一年里面，我们第一大事就是我们的绕境走八天，福气一整年；第二大事就是我们的普渡，而我们的普渡的一个法会都是由圣母全权做主，都是由圣母可以说一手掌握，可以说我们在普渡里面非常非常的殊胜法喜哦哈，而且我们普渡桌哈，我们虽然没有很多桌，只有三四百桌，但是这四百多桌，其实我们都满满的。我们为什么要要求这个？你普渡的不是讲啊，放一挂边边啊，你哈啊，这个也平那个平，看一看三百桌，到达应该是差不多龙德宫我们找七八桌吧。所以说我们的桌数，我们虽然是三四百桌、四百多桌，但是我们都是满满的哦，因为我们有要求，龙德宫管理委员会有要求，如果你要来跟我们参加普渡桌，你就要满桌，如果有自己要一桌嘛，但是龙德宫没有勉强任何一个哈、任何一位香客或是我们的义工大会，我们的所有的一个义工团队的每一户人家，我们没有这样的勉强哦，我们只是说，如果你今天来登记一桌，我们希望你准备的都是要满桌，就是啊满起来吼，好、咱的，诶，咱的祖先来，哎呦，阮的子孙吼，澎湃啦吼，传到这澎湃，咱哦，咱的万亲祭祖，有啥伊要来享用者，咱嘛也够有法度人分到咱的万亲祭祖，有啥你甲拜好平平平平，哎呦啊，这内底都无啥物件，啊要搁拜祖先，啊要搁拜万亲祭祖，啊要搁拜你兄我弟，哎呦啊，这个怎么吃得过呢？对不 对？所以说我们要求是这样。那如果你觉得说啊，阮都婆做这位耶，那没有关系，你拎着我们同桌，安尼第一档，合作第一档吼。啊，如果你想要一桌，甲咱的万亲祭祖做好，甲咱的祖先做好，甲咱的你兄我弟做好，好咱。哈、永无灾难，因为咱人讲何时做尽情理，后何修行嘛。尤其是我们普渡的时候，一年只有这么的一次，哈、那我们要珍惜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机缘与机会，哈、那我们希望大家哈、都可以哈、平常时较俭的啦，哈、啊，咱来咧普渡的时阵哈，尽量咱做好咱的，哈、啊，咱看袂到咱的祖先，伊唔才过了好无？啊，你看咱伫个用上子孙，大家做了哈，大家做了好，啊，食了好，吼，啊，有闲咱就赶紧来去佚佗。但是咱的祖先呢，他没有办法离苦得乐，伊今仔日底下咧受苦受难，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七月的当下，我们可不可以尽我们所能？尽到尽孝了哈，那我们为我们的祖先哈做一些哈啊该做的事，让我们的祖先哈超越哈啊超完阿里克里克地牢阿里家也当哈啊非常非常的安详与自在哈。还有我们觉得说哈，如果你做这一件事情做了以后，咱的祖先哈也下脚也一直下一直下下高不矮孙哈。伊就甲咱用上的子孙同款，你偌好，伊就偌好。哇，听了公主这么详细的说明哦，龙德宫哦第二大盛事就是咱中原普渡哎哈，咱四妈祖勤心杠杆与咱火旗为我们所有的那个义工也好，还有所有的香客、所有好朋友们做护持。是，详情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网站，我们有很详细的说明哦。是啊，请到我们的服务台哈、要来报名，因为我们都是用报名的。那我们的桌数也是因为你的报名，我们才有办法帮你做得比更圆满。别讲你刚来啊，我一刚来我就想要一桌，没有，我们都是提前作业，在七天前，在普渡的七天前，我们都全部都做好，以我们七天后要做的所有的法会的一个圆满了。百闻不如一见哦，大家可以亲身哦到龙德宫来见识一下龙德宫不一样的中原普渡哦。是。我们感谢桃园龙德宫的义工团队，尤其是膳食组哈。那龚馆长，我真的非常的一个感动，是因为我们明天、后天这两天都是要为我们一个佛教哈的一个大盛事哈啊，这佛教大盛事哈，他们是为了要替我们全国全台湾的人民祈福，好让我们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哈。然后他早上我们龙德宫哦，要为他们
准备了2000份的一个素食便当哦，还有我们他们的一个77桌的普桌，对，还有普桌，所以说我们明天开始哦就会很大忙哈，啊，在膳食组里面哈，啊，所有的义工们哈，真的真的在这么炎热的夏天里啊，然后大家哈啊满身是汗，但是大家做到心甘如饴，就是因为我们的佛教里面有大事需要我们桃园龙德宫相助，那我们也不由余力、哦、我觉得说可以共襄盛举啊，既然大家都做好事，龙德宫也一起来响应，这个是我们龙德义工最大的一个、哦、啊，可以说发心的地方，然后那我也在这边祝福我们哈，我们这次的一个法会哈啊，佛教的法会圆满成功，那也非常的祝福我们桃园龙德宫的义工团队，大家都是做到哈啊，法喜充满。可以得到福气满满，谢谢大家，辛苦大家了。7月8号，因为在桃园巨蛋有一个超级盛大的一个佛教的大法会，那他们呢也是因为原住民呐，我们桃园龙德宫有个梦幻素食哦，所以公主，那的厨房哦，3点都要来传啊，刚在洗哦，明天一整天，前置作业明天一整天，那后天星期六早上清晨，他们3点就会来，赶快来煮饭呐、啊，早。10大锅的，好、哦、一种大吼，大那个大锅。2000的便当，77的铺的，公主，咱龙德人真的在学姐们了不起。是啊，那至少我们龙德宫，包括我们星期六办盛事，包括来做的所有的义工团队、至少还要，如果他们2000个，我们还要100个准备给我们龙德人吃，因为吃一次，等一下赶快办盛事，有力气办盛事。对，所以我们哈持续龙德宫持续在进步当中，我们继续加油，龙柱来，好，哎、你好话嘞，跟他的，我的，外何伟哈，我是觉得说什么。每一句话都是可以做好话，就是讲，刚才讲吼，好事做尽情，日后好修行吼，好事做好春，代代出好家孙吼。这句话我觉得说，就像我们这样子，如果有很多人吼，有需要我们龙德宫，我们也会考量说，哎，这个我们龙德宫有没有是跟大家有冲突的？万一我们龙德宫我们有自己的事情吼，自己的活动要做，就没有办法了。但是如果说，哎，我们想一想，哎，你们也是。在做好事，我们就尽可能就是会成全。这就是讲好事做尽情，日后好修行吼。咱虽然感觉讲，哎呀，我给你做这是什么意思？或者无意无事。但是吼，咱做什么代志，咱嘛一直想讲啊，我付出，我就是要按有什么代价。啊，请问，咱今天去变少，我们有得到什么吗？你有看到什么吗？我们不求对价的关系、对，一大早起来，眼睛揉一揉，赶快5点来龙德宫坐游览车，坐游览车，赶快上车，赶快在车上又折莲花，折一折。又下车，又赶快打扫，打扫好了以后，哇，就很快乐的哈、快乐的收成哈、收成圆满，就回到我们桃园龙德宫，都至少都5、6点、6、7点了。那请问一下，我们大家下车的时候，大家都笑眯眯，你拢唔知道你咧做啥物？为什么你今仔开钱？啊，你今仔你去做好事？啊，做个老倌可滴？你图的目的是什么？没有目的。我们只是想要做好事，但是呢，咱大家看无未啊紧，不过上天有咧甲咱吼加减乘除，吼神天自有大乘除，一定吼、好的善果一定领受得到。是的，那公主来请抽，好，我们还是要把一个幸运儿抽出来哦，哈。大家记得刚刚公主在讲的，我们最后一班车是7月12号，下个礼拜三要赶快报名哦。来。我们这一个两个掉下去，这个是12吗？应该是12、12对，12号，尤凯婷大德，尤凯婷大德，恭喜你、恭喜你哦，也谢谢你哦。谢谢。那时间嘛，一个人搞啊哈。是。我们福报的秘密，下个礼拜是同一时间12点20分，我们午餐的约会见哦。谢谢大家。谢谢。好，拜拜。拜拜。